拍师不拍桌啊。住了，完了，卡住了，不要啊，网络不好的，嗨。快点啊！等下进去，等下就挂掉了，呵呵。我觉得我已经被淘掉了。我怕这网络超烂，我怕进来就被刀掉了。7号不会出这一刀，因为他最后是在厨房那个地方，啊，我最后地方是准备要去监控室那边，因为他最后是在我这一场是好人，然后我可以保一下一号，因为我有听到他演奏钢琴。我这一场是好人，然后我可以保一下一号，因为我有听到他演奏钢琴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刚刚我没听到二号的发音。都在左下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刚刚我没听到二号的发音。下走，然后到电力室16走出来，就这样。这就是我刚刚带入拼拼图的任务。这边我也可以保六啊，因为我和六号啊，前两局都当狼人啊，等一下是啥推断方式？好，我最一开始呢，到餐厅接电线，然后到大厅演奏，后面在电力室接电线。好，这边直接跳了，我这边法医。然后呢，刚接完电线，拿到法医的时候呢，就闻到死亡气息，然后后面又闻到死亡气息二号就立马拍，我这边怀疑二号啊，我会先票二。好，那水是你为什么在哪里？告知我了。我会票二啊，王水你为什么？因为我和六号前两局全部都是一起当狼人啊。
我会飘二啦，因为那个我闻到气息，一直是好人。但是我一直都很不会玩法医啊，我觉得等下就要飘掉。所以我都不相信人家可以一直是好人，不会反悔。准不准啊？准不准？准不准？我今天玩得很顺啊。好啊，我要先去。我现在没有啊，我这局不可能再狼人啦、啊。我看一六前面两，我看一六前面两局都狼人啊。你看我不会用这个。这种任务做完了陪你。你看我不会用这个。是给你保镖在一起，你转圈圈。哦。感觉有问题，啊，不会用这个啊，算了，不要做了，气死！哎、欸，不要刀我、哦，哎、欸，刀我，你刀我啊，我下一局立马再出刀你，你刀。哦哟，烦嘞、欸！但是我下一局准就被刀了，呵呵，我下一局准就被刀了，没关系，这是保六号。快点解啦！问题是怎样啊？哎，自己哎，烂网路，没关系啊，好，只剩我的任务啊，没关到我吧？对啦。超级厉害，我这个运气是几百年才有的。需要一起。